Kangaroo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睇下今个礼拜有乜嘢会计新闻先。唔该，I仔。调查六成香港会计师愿到大湾区工作、出差抑或迁居，其实他们更关心大湾区发展如箭在弦，往大湾区营商的港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，对于开公司、会计、税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，不少香港专业人士都看准当中的发展空间。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 ACCA 香港分会早前就大湾区人才流动调查而访问了香港区会员，有近六成人 59% 愿意到大湾区其他城市工作。ACCA 香港分会事务总干事郑维俊表示，自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后，湾区内各个城市都积极推出多项措施，推动湾区物流、交通、资金、人才的流通。ACCA 相信随着各地政府的宣传和政策发布，未来会有更多香港会计人才北上工作。郑指出，调查中受访者都表示倾向于出差，而非迁居内地城市。他解释，即日往返也是在大湾区工作，高铁、港珠澳大桥等交通配套令群众前往湾区各个城市都更为便利，朝去直返并非难事。是次调查值得留意的是，对40岁以下的受访会员而言，能激励他们到大湾区工作的首要诱因是交通和住房补贴，占 56%， 其次才是针对主要开支实施税收减免，占 51%。郑维俊举今年初内地放宽个人所得税法的免税条件为例，指出内地政府也关注年轻人关心的问题。香港会计人士往内地工作，除了交通住宿问题外，也要面对中国的会计法规法制，比香港复杂繁多。加上两地的工作及职场文化差异，尤其是拉人脉、讲关系等潜规则，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。随着近年内地不断推出新政策，以保护国内毕业的会计师，可以预示香港会计人士的领先优势将逐渐被拉近。这些问题都值得港府、工会组织以及业界思考和讨论，制定实质的政策或提供适当的协助，鼓励更多本地会计师到大湾区寻找发展机遇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同大家 update 下近期的 CPD 先。好，今日睇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哋发现佢有龙虾结噶。Kangaroo，会计妹台湾游预告，大家好啊！相信有留意我嘅 channel 嘅观众都知道，我哋拍紧个台湾游嘅节目。今日我特登同大家预告一下，去片呢度就系玉山国家公园嘅道路啦。Hello， 又系我会计妹带大家嚟行下台湾，我哋系呢个特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会计妹，我是香港人。Kangaroo， 会计妹特别节目《香港会计师工会选举》最新消息，会计师工会2018理事会选举名单出咗啦。这个名单同我哋之前俾大家嘅全民名单 Kangaroo
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会计妹向大家报道一下香港会计师工会的选举状况了。香港会计师工会前两天正式公布了选举结果，这次选举投票率创新高，共6000多名会员投票。本届的选举结果非常出人意料之外。以下是本 Kang Girl。Hello everyone, it's me, a Kang Girl again. I'm very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at I am on the news again. Top 10 in Yahoo search. This week, Yahoo Hong Kong announced that me, a Kang Girl, is the top 10 Yahoo search internet celebrity in Hong Kong for 2018. So as the startup dragon, Kang Girl.大家好，又到圣诞节了，我都开始放假了。放假之前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会计妹开咪的预告片。首先是国语版会计妹开咪预告片，已经有主题 Kang Girl。 大家好，本来放的圣诞假，但香港本地出现了单大事，没理由不报下的。没错了，就是片头那段5秒广告了。圣诞节晚，这条五秒广告是 TVB 黄金时段。Kang Girl 会计妹特备节目创业日，齐齐劫创业龙。大家好，一年一度的创业日就来举行啦，今年都是在会展，日期是5月16日至17日，会计妹梗系有摊位啦，大家都期待紧会计妹今年有咩搞作添。我的摊位今年的新搞作就犀利了，我们今年有创业龙劫，还要是免费的，除了创业龙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。教授开咪啦 Kang Girl， 终于教授开咪啦。